我们初期的时候就会捞鱼生。捞鱼，捞鱼生一个仪式，就你越捞得越高就越风生水起。分享马来西亚过年习俗，还带动作超可爱。大马女神林明珍拥有傲人上围和22寸纤腰，被称为真人版娜美。回乡探亲还穿起旗袍，连姐姐都吸睛。只见姐妹俩穿起蓝色和紫色削肩旗袍，展现 S 型纤瘦好身材。两人不仅长得很像，笑容更瞬间迷倒大票粉丝。林明珍的美丽姐姐叫做 Brandy 林诗芝，她可是一名模特儿。林诗芝和林明珍一样，有一双水汪汪大眼睛，长相相当甜美可人。曾经参加过马来西亚选美，拿到亚军。前几年更在香港出道发展，和林明珍一样，是一位集模特儿、演员、歌手于一身的全能艺人。因为我姐姐有时候很喜欢打扮比较成熟，然后我妈妈就有时候会穿我们的衣服。姐妹俩的精致脸蛋看得出来遗传美魔女妈妈，一家人成为粉丝，瞩目焦点。三雄杨一勋，我上台报道。